谁快来帮我上一下在强国俄罗斯那张梗图啊，因为这位地方妈妈准备要嫁给继子而跟他爸离婚。35岁的人气俄罗斯布洛克 Marina Balmasheva 在嫁给老公10年之后竟然离婚，准备嫁给他20岁的继子 Vladimir。 他的 IG 上有40万6000名死忠的粉丝，他说，你永远想不到你的生活会怎样改变，你又是在何时会遇见那个让你微笑的人。我知道有人会批评我们，也有其他人会支持我们，但我们真的很快乐，祝福你们也能这么快乐。这位30如虎的妈妈说，她跟 Vladimir 在一起很开心，而且她会帮忙抚养她5个手足中的3个。 Marina 还说，她跟 Vladimir 要生更多小孩，而且婚礼钟声已经准备敲响，只是还没爆出什么日期。那 Marina 的前夫感觉如何呢？据 Marina 所说，她意志坚强且非常淡定。虽然不清楚两人为什么要离婚啦，不过小编猜想大概跟年轻气盛的20岁小伙子脱不了关系吧。看来在强国俄罗斯，哥哥也可能会变成爸爸，